快救救我，我老婆她养了一只怪物。可是她不是，我老婆那个怪物勾搭在一起，串动起来要来害我。我跟我老婆的感情一直都挺好的，直到那次我出差回来。谁在哪边？哎呦，你别乱想，你快去洗澡吧。别碰什么东西啊。你得穿人家去哪儿啊？你别乱想，我只是出去买纸，没时间了，不跟你说。是你说的这一切和怪物有什么关系？你听过画皮吗？画皮？别听他胡说，其实他才是……停！你也坐下，慢慢说。自从他出差回来，就变得非常奇怪。亲爱的，你回来了。我想去洗个澡。等一下，你身上怎么有股奇怪的香味？没有，你别乱想。哎，里面有藏了什么东西？你去洗澡带着笔干嘛？不用你管，赶紧收拾洗手间去。我去买个纸而已啊，不要一直问，烦死了，没时间了。你们俩可真有意思，说的故事如出一辙，但又完全不一样。我说的才是事实。好好好，你别激动，我耳朵都要被你吵聋了。你知道画皮吗？好吧，又是画皮，你说下去。画皮就是怪物用笔画出眉目手足，欣赏后伪装成人去迷惑他人。你到底是什么？快把我老婆还我！我还想问你是谁，你把我老婆弄哪里去了？你猜，他们谁说的才是事实呢？